我们用的就是会有等于四个函数哦，那分别就是这个 CHAR 是指的是抓某个范围的字元，那48到57刚好是0到9，那我们主要用 phi 呢哈，在这个地方 char 是抓0到9啊，那 phi 的话呢是找什么呢？找什么？找零到九，哎，零到九哈，在哪一个呢？在 A2 里面有没有出现？这个 A2 里面有没有出现？然后呢，找到之后呢，用 count 帮我算有几个，最后回来的话是四个。那前后记得要用那个Ctrl Shift 加 N 的执行阵列，不执行阵列它只会执行一次哈。那这个等于是假设这个是一个逻辑，我需要把它转 VBA 的话，好，那这个地方当然我就一次、两次、三次全部加在一起。那当然哈，我不要一次一次做了，我可能全部把它串在一起的话。那这个程式该怎么写哈？首先的话，第一个当然把逻辑这个 Ctrl 键按住拖拉放开，然后把它改成 VBA 好了哈。那我们就不要分三个了，我们就分一次全部做完哈。那我需要程式该怎么写呢？当然哈，第一个呢，你可能要重复执行。如果像刚刚有没有？这可能慢慢你们要，刚前面是讲函数啦，后面就讲如何把函数的逻辑转变成 VBA 的逻辑，好，OK，等于是你一次学了，当然这已经是够难的，那后面的话呢，还要再转成 VBA，那当然也是更难。不过如果你这些都会的话，那以后呢，你就可以很多种方式去解决你的问题。所以呢，怎么撰写哦？第一个当然，比如说先讲那个数字部分好了，这个有个重复，48到57，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先写一个哈。其实慢慢的养成好习惯，就是可以自己想想看怎么写。如果你自己想，想得出来，写得出来，那恭喜你以后怎么写都对了哦。OK，不过我想应该初期应该没那么厉害了哦。如果你有这种天分的话，那恭喜你应该以后写程式算是可能你这个先天就有这种能力了哦。那若不是的话，你也许照模仿吧哈，慢慢改哈。好，那这里程式怎么写？For i 这个有没有？重复的东西就是 for，我们用 for i 等于多少？48，这等于to 57，所以有重复的，你就是把它先写一下 next，然后做什么呢？就是让它去抓这个48到57，所以我们外面的话，你可以用一个 VBA 是 CHR 那你就把这个 i 放在 CHR 里面，然后 phi 的话用 INTR 去找找看，那如果有找到的话，那就把什么呢？把那个判断嘛。所以刚刚我是有写一个什么，写一个 p 好了当然你这个地方不写 p，当然也可以直接丢了等于什么呢？等于它 INTR，STR 找一下嘛，找哪一个呢？找那个 CHR 特别改一下括弧。i 里面的东西，因为它刚好跟 phi 颠倒先找，应该是先在哪边找先去哪边找？先去 A2 里面找找看。所以你把 A2 写在前面，然后把那个要找什么写在后面，括弧，然后再做逻辑判断。所以我把最后的结果给各位先看一下，因为这个执行一下好了，这个写完大概长这样子，在底下这一串那我把它先执行。执行，OK，11个没错。那里面程式该如何撰写我写的这个地方，先把这个先，我们先分成一个一个来做好了。第一个我一样插入一个程序，那程序名称的话呢，我叫做不重复的字元数。好，那这边有个初始值是那个 count 等于零当然这个 count 等于零你不加也没关系，我刚刚好像没加。那不过有时候习惯上我会加一下反正这个加不加其实不影响程式因为它本身就是从零开始。那接下来的话呢，for i 等于48吗？我看应该是48是不是？48，所以到57所以这边的话我把它改一下，这个好像打错，48到57。那前面的写法是这样的前面的写法是，我这边是比较精简，我前面是 p。等于什么呢？INSTR，
然后他会问你说 star 从哪边开始找，那你这个可以跳过，因为它是中刮弧嘛，这个可以跳过。找什么东西呢？找那个 CHR 刮弧 I， 然后逗点去哪边找？去A2， 所以 range 用 range 物件去存取那个储存格的位置，那我们就存取 A2 然后后面加一个后刮弧。那当然如果有找到的话你就不会是零，如果找不到那 就不是零了。那所以我这边是有比较精简的写法了，换用原来的方用刚刚的方法了。这边 if P 如果不等于零就刚刚一样then， 然后这边的话 end if 里面的话呢做什么呢？把 count 等于 count 加一。OK， 好，那这样的话呢它就一直加嘛，进来如果不等于0就帮你加加加，最后输出到哪里？输出到 B2 里面。这个写法我想跟前面差不多啦不过我刚刚的写法是比较精简的，因为其实如果你这个逻辑里面后面只有一行的话，其实你可以写在哪里？写在这里，这个 end if 可以拿掉，这样有没有 又少了两行的。 OK， 不过前提是什么？你执行只有一行你如果执行两行那不行，放后面一行可以，两行就不行。好 ，OK， 好，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这样执行，没有 ，OK， 为什么呢？有时候其实程式写完之后，你要一次就写对但不是那么容易啦所以怎么办呢？游标放这边一下，我习惯是设中断点执行一下，然后按 F8 去除错一下。第一个字是不是不是？它就应该就跳过去了。OK， 第二个字是不是呢？这个是49，有没有一？有嘛哈，所以应该会不等于，所以不等于应该什么？会抗着，可是它为什么零？不用，应该是找不到，所以为什么呢？我知道为什么了，对，前后颠倒，因为刚刚 find 有没有 find 刚好跟它是不一样的啦所以如果你变成颠倒，变成说你要拿 A2 的东西去找有没有，那么一定是找不到了OK， 所以有的时候啦，程式写完所以我也不太敢保证100%写对了怎么办呢？没关系啦，错一定是难免的啦怎么办呢？先停下来，然后再思考一下，逐行看没有的那么厉害，一次就马上程式全部写对所以呢，有时候静下心来，然后那时候把这个倒车一下，倒车就是拉回去那个所有的程式语言很少可以倒车的 ，VBA 可以倒车，它的开发环境是很厉害的。按 F8， 倒车就是把有没有执行到这边拉回去，让它重新执行。OK， 然后会不会跑？按 F8 它会不会跑到这边看一下有跑过来了，那表示程式是对的。 OK， 所以把它加一有没有换下一个，以此类推接下来当然把中断点拿掉直接输出，应该会有三，会有几个数字的话就四个嘛对，四个对四个没错但是呢其实我们程式不是只有数字，如果我要再算那个英文大写英文小写的话，那其实可以把这个有没有 Ctrl+C 一样嘛，跟刚刚一样嘛贴到底下做什么呢？把后面的数字改一下，刚刚是多少大写是多少65到多少90嘛所以大写有没有其实它也是去找，把大写找一下，然后呢再把那个小写找一下，小写的话是97到122，好，这样有没有？就是数字英文大写英文小写最后一样输出嘛所以基本上程式跟前面的应该我想没什么太大差别，顶多就是说这个 if then 有没有我这边没有加 end if， 那原因是因为呢它底下如果一行，那你可以写在它的后面，这样就可以让结构更简化啦当然你有些时候如果老师可是我不习惯，你这样看不习惯
没关系啊，如果你看不习惯哦，那请你什么啊，改这样子啊，哦，也没关系啦。所以我前面尽可能就是不要改动太大，不然有些同学看到因为不习惯，然后觉得好像是不一样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只是写法不一样。另外刚刚这个地方哦，我前面本来写的，我云端放的好像本来是这边是不是用 P 哦，因为你这样写是把查到的东西丢到 P 之后再利用 P 去判断，那我想说这样好像要多一行，如果我不想多一行怎么办，我可以不要 P 嘛，我可以怎么样把这个移到 P 的位置，有没有这个直接拿到这边来，然后 P 的地方怎么样杀掉了嘛，对不对，这样可不可以，这样也可以啊，所以我讲过了，我的习惯是程式越精简越好，好啊，可是精简的过程就怕说有些同学啊不太能理解，会以为这两个是不一样，其实不是，是一样的东西，只是说你先放在那边然后再来判断，跟直接判断，当然直接判断好像会比较 OK， 不过直接判断的缺点是程式哈会比较怎么讲，会复杂度高一些些啦，所以我看还是这样写好了，这样你们可能会比较能够接受吧，所以你不要有时候你按，所以程式每个工程师写出来都不一样，那最重要是你要找到一个你自己习惯的方式啊。好、哦、，OK， 好，那这边的话，所以有些时候我从别人那边拿来的程式啊，第一个我全部改成我的逻辑，我干脆重写算了，因为我如果说我硬是用别人的方式套到我自己的逻辑里面，我会觉得很多地方都不是我的，卡卡的，对对对。那如果你全部重写，那用自己的方法写，我想哦，这个你会很有亲切感。OK， 好，所以很多程式我宁可啊砍掉重练算了。哦 ，OK， 好，那最后做完之后把它执行，理论上应该就会得到刚刚的数字了。哦 ，OK， 好，把画面呢再还给各位哈。我有一个问，是，既然程式要越精简越好，那这里面有很多都重复的，那它否 I 的48到57，可不可以把？后面的都弄掉，然后接层，对，不要接层，然后一次做。这是个好问题啊！不过我因为就像我们写文字一样，我们干嘛一直在重复呢？对啊，这一段跟这一段是重，这个是重复的嘛？对哈。后面的全部都重复啊！那我 I 那边可不可以再加？我是不晓得。这个问题是这个很好了，不过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把它加在后面了，可以吗？应该是它这个可能应该是不行啊，可能不行，不过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for围圈的话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范围，但是如果你要第二个范围，这个有时候除非是它连续的，如果中断的话，目前哈、哦、这个for围圈里面哈、哦、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办法这样接，等一下我看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哈、哦，用一个函数啊代替，可以啊，没错啊。for 这一段写一个函数啊，还有呼叫的方式就可以。对，没错啦，对，是可以的，但是有的时候你要去想哈、哦，像很多种方式啊，比如说你那个重复嘛，你可以独立出来一段。独立出来一个函数或者是一个副程式，然后再去呼叫，哦，比如说丢一个头一个尾，然后让它去跑，可是会变一个问题了哈、哦。对于那个进阶的会写程式的人来说是很简单的，但是对于哈、哦、比较入门的哈、哦，我觉得你暂时先这样写好了，好、哦，不然的话我看哈、哦、最后改完之后哈、哦，你也不知道怎么写了，真的，因为很多时候啊，对于会写程式的人来说。都是很简单的，但是对于哈、哦、刚开始哈、哦、还在学习阶段的时候哈、哦啊、都很困难，就像你学游泳一样嘛，你看人家游得很厉害啊，哦外面啊游来游去没什么嘛，可是如果不会游泳的人哈、哦，你跟他讲说你可以这样游，他会觉得哇天哪，我暂时可以浮起来就好了，你先不要动我哦，你这动我到时候会沉下去，太恐怖了，对不对哈、哦？像开车一样嘛，所以。一定可以，你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但是怎么去修改啦，我想我可以想一些比较好的方案、哦、OK， 那如果没有那暂时先不要动、哦、OK， 好，那画面先还给各位。